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9月5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是震惊全加拿大的新闻，那加拿大比较少发生像这样的事情。 A manhunt was underway in Western Canada on Sunday night as police searched frantically for two men suspected in a series of stabbings that have killed 10 people and wounded at least 15 others. 好，这句子的主词是这个 a manhunt。好 ，man 是人 ，hunt 是狩猎啊，这边指的就是搜寻。好，要搜寻这两个人，有两个人。好，搜寻寻人，这样捕捉啦，捕捉人。这个 was underway。好 ，underway 是形容词，在进行当中啊。这边是过去式，因为是 on Sunday night， 在星期天的晚上。好 ，in Western Canada， 在英文的话，记得地点先，在时间啊，一般的顺序是这样。那这是你的主要子句，那你的副词子句在后面，好，从 as 到最后。那这边的话 ，as 是你的连接词。好，这两个事情就是他们正在搜寻这个人。好，那同时呢，就是 police， 就是对 police 警察。好 ，search frantically 的话就是狂乱的，十万火急的很。要很快的找到，好 ，search for two men， 他们在搜寻两个人，好，十万的获取要搜寻这两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好，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先行词，然后 who were suspected， 好，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嫌疑，被怀疑，好，其实应该就是了啦，就是报道都会比较那个没有那么直接点，但是他们就是嫌疑犯，应该就是他们了。好，那 who 省略掉 are 或 were 省略掉，就变成过去分词片语去修饰这个 two men。好，这两个人呢涉嫌在好一连串的 stabbings， 就是用刀去刺人杀人这样子。好，这个 stabbings 伤人事件，好，这个伤人事件是怎么样子呢？它又是先行词，那后面有个形容词子句，从 that 到最后面。好，这是你的形容词子句，那 that 就是你的主词，也就是这个 stabbing， 好，这个伤人事件怎么样？ have killed 就是已经杀死了，就是十个人，有十个人死亡了， and wounded at least 15 others， at least 至少伤了五个人。那这个 and 是连接这个 have killed 跟 wounded， 好啊，这边是 have wounded， have 的话就是因为你连接词连接两个，好，你的助动词就可以省略掉，这样子。好，在加拿大很少，反正是很大事件，然后是在好像是原住民区，这好像是可能原住民之间有什么冲突，好，就是美国枪击事件这样子就觉得很 OK， 可是加拿大真的感觉是比较平和的国家，所以这个震惊全国。好，那我们再看一次 ，A manhunt was underway in Western Canada on Sunday night as police searched frantically for two men suspected in a series of stabbings that have killed 10 people and wounded at least 15 other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单字。第一个 manhunt 就是追捕。好，第二个 underway 形容词正在进行的。好，第三个 frantically 就是很慌张的要去做什么事情，十万火急的。好。Suspected 这个字可以当形容词，就是有犯罪嫌疑的意思。它当动词 suspect 是认为有什么什么样的嫌疑。它当名词的话是 suspect， 好，重音在前面 suspect， 那是 suspect。好 ，suspect 的话就是嫌疑犯。这样子。好，第五个 series 是一系列的，一连串的这个单复数同形 stabbing。名词，好，持刀伤人，好 ，step 就是有没有用刀去刺戳人家，那个 step 是当动词，好 ，wound 的话就是动词，伤，好，伤人啊，名词就是伤口，这样子，常常就会有几个人有没有被杀了，有几个人被受到伤害，常会用这样子的字。好，那这是第一个 Guardian 的新闻，第二个还是 Guardian 的新闻，这个之前有讲过的，帮大家看一下，好，这个诉讼的结果，就是 Spence Elden, who appeared on the cover of Nirvana's 1991 album Nevermind as a baby, has lost his lawsuit claiming that the image constituted child sexual abuse.好，这人我觉得是要钱要疯了，就是1991年，你想想看到现在是2022，22年加30几年了，这个人已经30几岁了，就这个小宝宝。好，
然后呢，他叫做 Spence Elden， 好，之前有讲过这个。那这边你看两个逗号，因为他是修饰的是主持，所以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子句，而且他是非限定，因为我们知道是这个人了，好，是谁了，所以这个非限定形容词子句的主持就是 who， 哎，就是 Spence Elden。好 ，appear 就是出现，好，他的封面在这里，这个封面哈。On the cover of Nirvana， Nirvana 是一个乐团，叫做超脱合唱团，在当年蛮红的主唱，自杀身亡了。好，那这张只要有听，那个时候有在听西洋乐的话，应该不陌生哈。Nevermind 啊，那首歌叫什么呢？忘记了。好 ，As a baby， 总之呢，它出现在这个封面上，它是一个小宝宝。好，这张唱片当时是大卖的。好，那这个是形容词子语，真正的动词在这边 has lost his lawsuit。好，他输掉了他的官司诉讼。好，这个诉讼呢是什么样子？后面是一个现在分词，就是这个 lawsuit。好 ，which claimed 这样子 ，which 省略掉 ，claimed 改成 claiming。好 ，claiming 的话，这边的话是宣称。好，它的后面可以加一个名词子句，好当它的受词。这个名词子句的主词，这个是 let 带领的名词子句，主词就是 the image。好，这个图像，好 image 它用。就是镜头里面的啊，相机下照下来的那个都叫 image。好，动词在这边 constituted， 我刚刚是念错了，对不起 ，constituted。好，构成了这个构成了。好 ，child sexual abuse， 这个是儿童性虐待。哪里儿童性虐待？就是你小时候你妈妈让你去就对拍个照，然后收一些钱这样子，这个哪里有性虐待？真是，而且你不讲，人家也不会知道那个小朋友是你啊。那现在那个脸书上，现在还好，以前超多爸妈出卖小朋友，然后什么洗澡的、没穿衣服的，各式各样，那不是都要去告了吗？对不对？好 ，anyway， 这个就输了。好，法官还好不是恐龙法官，所以做出正确的判决，这样子。好。Spence Elden, who appeared on the cover of Nirvana's 1991 album Nevermind as a baby, has lost his lawsuit claiming that the image constituted child sexual abuse. 好，基本上已经三十年了，然后要来告这个人，生活应该过得不是很如意。好，这么猜。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appear 动词出现，第二个 cover 封面。现在虽然都是在线上。专辑应该还是有封面吧。好，第三个 album 的话就是专辑。好，专辑这个字的话还可以当那个相本，也是一样子，这个字毕业纪念册那个，好 yearbook 那个 album 都可以。 lawsuit 就是诉讼， law 就是法律。好， claim 动词宣称， image 名词图像。 constitution 的话，constitution 我来查一下，应该是 constitute， 我应该没有念错，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好，尽责一下，不要念错，因为我把它想做 constitution， 就是宪法，但是呢 ，constitute， 哦，对不起，我又念错啊，对呀、啊、，constitute 跟 constitute 好，我念美式的好了 ，constitute， 对不起，我刚刚是没有念错 ，constitute， 好，大家我懒得重录了，好，大家可以按不喜欢没关系，好 ，sexual abuse 就是性虐待，最后 sexual harassment 就是性骚扰，好，那今天大致上就看到这边，只要你觉得你不是很喜欢杰西的讲法，我会觉得你就不要来看了，为什么呢？不是教大家不要看，就是因为你这样要浪费时间，好。你在不喜欢的东西当中真的学不太到东西，你要去找，就是网络上很多，你去找你喜欢的，好，然后你去听那个人讲的，你去听那个人说的，这样你才会学到东西，才记得起来。好，这是给大家的建议。好，今天就看到这边，这个也是Guardian的新闻，我们下次见了，拜拜。